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睡眠好搭档龟皮颗粒安乐胶囊冠名播出的钱塘老娘舅。耳聋耳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于肾功能出现了问题导致的并发症。那今天为大家送上对于治疗肾病有一套的方回春堂国家级名中医王章连医生的十个医诊号。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571-8800-1818或者关注公众号进行抢号。同时没有抢到的观众呢也不用着急，方回春堂何方接管在5月24号到28号会举行大型义诊活动。王章连医生就是其中之一，咨询电话8780-8117。下面来看今天的调解。绍兴的尹大姐和丈夫陈大哥都是二婚，在一起十多年了。当初在认识尹大姐的时候呢，陈大哥同时还有另一位异性朋友。经过仔细的权衡，陈大哥二选一选中了尹大姐。按常理来说，婚后应该是尹大姐对丈夫不放心，可结果恰恰相反，反倒是丈夫陈大哥对妻子多有怀疑。老年就姚克俭小跟班蒙太奇，本次调解特点，开始感情需要谨慎，表明心迹，消除怀疑。上在外地玩嘛，咱单身认识多年的，十一年的，结婚了几年了？结婚了，前年子结婚的。前年结婚的呀？哎，我在一起人间都是要十一年，整整十一年。是原现在没等到我了。没等过几的。哎，你都住在一起十一年了。对对对。啊。现在我要去等几十万等哦。不，结婚不是都还一样的道理对吧？就这么讲一样的道理了。老娘娘，你不结婚的话，你们是朋友，结了婚也是夫妻。因为我这个人呢，从小缺少父爱。我爸爸，我小的时候三岁没了，我妈妈再把养的，是不是？从小很苦很苦的。不是后来嫁了老公呢？哎，后来嫁了老公对的，嫁了老公。那么老公对你不好？哎，不是。对我不，他嘴巴上面说起来的很好的哦。那时候你老婆还没离婚了？我离婚了，我就那个老婆就来当这个来当这啊，就是说离婚离了的。哎，当时很关心他。啊，对。那么就是很喜欢他了。啊，对。这没结婚就两个人嘛，就喜欢的嘛，就千方百计的献殷勤呢，说好话了。以后呢，就不懂了，对不对？尹大姐说，最初陈大哥不肯和她领证，是因为和别的异性牵扯不清。前两年终于收了心，却开始对她怀疑了。我是没结婚，还没结婚呢，还没结婚，没结婚呢，还没结婚呢。那么我这个女的啊，单身时的啊，那么对的，谁一个能啊？那个啊，同还是跟俺哎，还是跟他一样的是朋友呀？对，就要问题。那么有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呢？没有实质性关系，结婚也得有没有实质性关系。那没结婚之前呢？没几辈的朋友了，普通朋友是有。那就是说，也是跟他一样朋友了。也是普通朋友，对。也是有时候要接触的了两个人。哎，对，那么后来的话，跟我。那么后来选择了他。哎，就选择了他，哎，选择了他们好了。就那个接触的。那可以说二选一了，选择了他们应该好好过来了。那个选择他嘛。那么现在呢？那个现在嘛，现在。现在你没有了，哎，就是的。那么就是你在怀疑他了。哎，对，我对他真的是一心一意的。你们没离婚之前有没有认识啊？没离婚，这些已经认识。我十分是对你的，小姐妹跟我说到舞厅里去玩一下哦，开心开心，只要两块钱好了哦。我给他介绍。在舞厅里认识他了，哎，认识他了。哎，我是他叫我。就是我家里还没离婚的了。对的，对的。那么就是有了他了才离婚的了，哎，就是，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哎，前面呢，我事实就是说的，前面那个人我是做介绍给我的啊，他这个人是这关他实在是实在的，他就是也毛病的很多的，那就是我对他那个感情不是那么一般般的啊。感情开始有些不合时宜，这也造成了两人之间一直互不信任。现在怀疑他，怀疑他，怀疑。原来，这八九年、十来年的时候，我没怀疑，没怀疑他，没怀疑。他有做动作，各种动作。什么动作？各种动作，就是说，我就说各种动作来看他嘛，就是说，还有外地的啦，外地跑出去啊，哈嘛，就是那个个打电话哈，等于就那个意思。今天姊妹他问我，电话没打，他说电话没打。跟我人呢？这电话没打，没对对，他就出来呀。哎，他们那跟我生意有关系。哎，对的。他说电话没打，跟我说我电话没打。我说你电话没打，我说那我不能开电话也没打，对的呀。哎，我们当时
因为我打三个电话啊，那么后来我监控翻出来了，监控翻出来嘛，就来打电话，后来打电话嘛，那么一只手机开了开嘛，他来看时间，嗯，又是来看时间，搿个时间是眼睛开的，不是耳朵听的，哎，对的呀，根本就实际就跟我讲下来。即使不打电话，用其他方式照样可以聊天。丈夫陈大哥觉得，虽然他没有证据，可是妻子的态度让他充满了怀疑。我就是想一心，我已经走错了一步了，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好好的过，我真的已经我是三十四岁跟他认识的啊。嗯。一向如来是他那个头上很细的，很小气的。他跟我说，我也知道的，我从来不跟男人接触的啊。嗯。那个时候。也是他外面有女人，我就是我说说他，他经常给我当家，他接受了，他接受了，外面接受了，妈开始怀疑我了，我是怎么样，我真一心一意的对他，真当然一心一意的对他的，一心一意对他，没有心理怀疑啊，哎，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就是厂里上班，他说我厂里有人，我跟女的接触，他说女的来给我介绍了。不是了，我到另外去上班，他就是不相信我，我也怕死了。他也不相信你，哎，对。那你现在实际外面到底有没有人？没人。那没人嘛，你应该相信，好好说了。对，那你拿仪器不？对，你看了啊？你看了啊？赶紧看了啊！陈大哥指着一段监控视频告诉老泥鳅，这就是妻子和别的男人见面的证据。手机拿出来了啊！是你老婆？哎，手机拿出来了。手机拿出来了，看了啊？他会开时间啊？他会来开时间。那耳朵听哪里啦？嗯，最开了那些那个男的啊？那翻来翻去该点东西嘛？对，两个人会面没有嘛？一个前台，在一个后台。我就阿达路的男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是在通话呢？这个说明不了问题的。如果两个人走在一起了，我又跑老来动，再还有一点，跑老来动的战略，我刚才说的，那就是为啥？原先我都讲，那么一这手机才拿出来了，那么我们我弄电话要打，没打，跟你苹果手机，我是打电话，不是打电话，那啥就是给的。视频无法证明妻子背叛了感情，在老牛看来，还是陈大哥的疑心在作怪。我可以怎么说的？因为你们两个人，他没离婚之前，无上里两个人打老了，好，当时喜欢他的时候呢，哎呦，好像宝贝来了，什么话好话都说了，啊，什么东西都依他了，到了手上呢还不值钱呢，这是一点。第二，你想，原来他没离婚也会跟你打老的，那么今天呢，你们俩结婚了以后呢，又怀疑老婆了。可能又外面来打了，你们两个打了以后过了八九年才再登记结婚，这个里面就是个不正常的，所以说脑子里都是一段糟的东西啊。再说有了他了以后，你外面还有个女的，好，弄得二选一，对不对？你说你们这种是不正常的，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这个社会不是乱掉了？对，我知道。所以说你呢，嗯，错就错在哪里？原来没离婚，等到大老了，就是，所以他就看你不起了。就是啊，就是我对他好，他就是给我对什么日子都要样都。以前100%的对他好，他对你也是不放心的。对，我跟他说，今天我到我妈妈家去了。他说好的，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我走到我妈妈家，马上给他打电话。电话，他说你妈妈叫你，哎，叫你妈妈听电话。我叫我妈妈听电话，我妈妈在不会说话的，叫我妈妈听电话，没有听到我妈妈的声音，他就是用视频叫我通电话。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由睡眠好搭档龟皮颗粒安乐胶囊冠名播出的钱塘老娘舅。尹大姐说，无论自己怎么解释都没有办法得到丈夫的信任，而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丈夫对她动粗了。打了一跳我都要当年吵架的，居然打架的，就十多年打了，我没离婚之前也是打的，你没离婚也跟他打了，哎，还在一起啊？对对对，还要玩你们，我也是打的。那你说要不要骂你？就是，你脑子真糊涂了。我跟他认识，我都已经有感觉了。我想，我已经两个人在一起了。我想，
再走开，我想南苑街了。吵架的，跟你讲，两人个不是我吵架开始，你知道，谁啦？不要知道，哎，那这个东西，哎，男人家都要付的，你就好好讲讲的嘛。那么过不下去，你们两个人那时候还没结婚啊，那干脆分开就好了，哎呀，哪要在一起啥呢？哎，既然在一起了，就不要吵了。那我这个话有没有错呢？你喜欢他的，你在一起的，你们可以说这十多年当中，你们在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过呢，这种日子过了，累不累哦？打过以后马上、啊、好了，他我那个他那个我这个那眼泪风景长城眼泪流下来，越吵闹越快乐的人越不值钱。尹大姐说，这样的日子她不愿继续忍受了，随后提出了两点要求。叫他重庆人，他要跟我过下去，重庆人不要玩你我。那么你还是喜欢他的，还是要过下去的了。那我说了，如果这是如果他没出生当年，不玩你的，我过了去，再过了去，如果应该改不了的，该过不下去。既然喜欢他了，什么好话都说了，那么没结婚。还是朋友，哎呀，同事也打，你说应不应该？不是个男人了，你打架的都是吵架的，打架的都是，那这微微吵起来，那这吵也不能打啊。可以说打架的东西要习惯的，你一动手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家常便饭了，动动就打了。现在你老婆、啊，还是想跟你过下去的，啊，对，就是最讨厌的就是要打人，我觉得，第二要玩一些，这两件能不能改？啊，我先听你。这两件啊，根据啊，我根据警方啊，对的啊，哎，我啊，他玩的啊，是个等于好像我是个玩的不玩的一起啊，跟我开那个是之前，开那个表演，我跟这就是我们哈，第二就是我。第三就是我，我是他，我是个人是他的他的名字。那个吧，是他的他名字。第三就是我就把这个起来了。啊，那这个他我去，把我起。丈夫陈大哥说，妻子的脾气同样很暴躁，而在老娘舅看来，要想这段婚姻继续维持，夫妻两人都必须做出改变。你就是这样的人，啊。只有你合作，只有王爷没有王儿的，你要看穿了，他就这样子。那你想跟他过了，那么你就自己做好分内的事。你老婆说的话你也听到了啊，老人啊。你如果说这个家要过下去的，啊，你起码一半了，五十多了，对不对？你个脾气也要改，那脾气我改，我晓得，我真的不要动不动动手，动手啊！说得过说不过，好好说，真正说不过了就不想，不要动不动就是说吵架，黑龙面相，所以好好谈话，对，与自己好好沟通，对，两个人都要改，我做到，啊，做到就好。夫妻两人都答应会尽量收敛脾气。临走前，老娘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你们两个人小孩都是归对方的，那你们两个人都太空了，没时间了，就吵架过日子了，对不对？那么两个人，我跟你说，你们还喜欢跳舞的，没时间了，家里也好跳舞的啊，音乐放放，舞跳跳，就没时间了。我现在不玩着他了。那么好，那么就今天为止，把这一番过去。你也不要怀疑他，他也不要怀疑你，就重新开始。如果说这一翻不过去，还是在心里很纠结，该该碎碎，还是先分开。对，啊，听懂没有？看，慢慢来，看，过个一年或者半年，看看脾气到底有没有改。如果双方是改了的，这个两个人还是能过的。年纪都差不多了，你五十岁，他五十五，对不对？这个时光也差不多啊。如果是真的，每天还是要两个人要捏住我接的，打来打去的，干脆还是走开。啊，两句话啊，看你们选择哪一条，第二个要出手。啊，晓得。啊，这个我送给你，这是转化最新产品。
叫爱的力量啊，不双手，家里卫生多搞搞，两个人一起搞。每天开搞啊，这东西啊。啊啊！我每年去弄哪家去？啊，每天开搞。每天去的，我当时。那么我跟你们说，要拿出你们的实际行动，爱的力量用在哪里啊？好不好？好，再见。好，谢谢。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由睡眠好搭档龟皮颗粒安乐胶囊冠名播出的钱塘老娘舅。四年前，台州人郭大姐与河南人徐大哥在绍兴相识并走到了一起，过后两人还在当地盖了属于自己的两层楼新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前徐大哥骑电瓶车遭遇了一场车祸，过后还做了脑外科手术，基本失去了工作能力。这个家全靠郭大姐一人支持，生活也由此步入了下坡。时至今日，郭大姐觉得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感情上，她都精疲力尽了。老娘舅潘申祥小跟班溜圆，本次调解特点女友付出精疲力尽，自力更生，树立信心。怎么受伤的？是电瓶车摔的。电瓶摔还是撞？撞的。赔偿你多少呢？后来一分钱没赔，我这个掏了没？他跑了，跑了，跑了，能跑了？找不着了。收费通知书嘛，那我打电话叫他那个家里人，跟妹妹呀、啊，那个弟弟来了，然后有口气了。他就是他们就是来开了一个晚上，然后他有口气了，他弟弟妹妹就走掉了，走掉了就然后到一直到现在来，不要说来看一下了，就打个电话来问候一下都没有。那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心狠狠嘛，说句难听的，我跟你又没结婚，登记证又没什么。慢点，你们没登记啊？哎，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是我们自己造起的。你们自己造的，买下来的。这个地皮买下来的。既然在一起了，而且他这个受伤了啊，你还是在照顾他，你这个良心好的。就是人家就五六个月了，白天晚上24小时没得睡了。我说打电话，我跟他说啊，我说打电话叫你家里人，他有个儿子啊，我说你顾了一下，我说哪怕替我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也好的。他就是反正一个都不来。去年过来看我了。去年来两趟。去年来了是讲，老娘就今天来了，马上就走了。女友郭大姐强调，车祸过后，男友的家人仿佛外人一般，这让她觉得特别寒心。我们两个人都坐在家里，你说老娘家吃什么呀？我这样说，我叫他，我说你先回家，就是好说歹说跟他说，怎么说都不行。我说你回家嘛，我说我在这里我自己搞点吃吃。老娘家按道理来了，我现在我自己身体也不好，你家里人应该也给我钱，也不在乎了。这个手怎么了？手没事，手现在两只手就是没劲的呀，没有力气。他不在，你吃饭这些都要他弄的。不过买菜不行啊，买菜不行，其他行，其他行的。冰箱什么哦，小菜什么全部都给他买好，买好了拿回家了，在家里稍稍又摔了一跤。老娘舅，我在想啊，假如说你摔个什么好歹嘞，那你说到时候你家里人不太没有讨好我，还要怨我嘞。郭大姐表示，徐大哥摔了一跤后，腿脚不便，生活自理又成了问题，他只能出去打打短工，收入微薄。跟他叔叔重呗，他要跟我吵架，两个人吵得我难受。跟他叔叔轻呗，他听不明白，我压得实在全部不起来了。老娘舅，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想叫你老娘舅他们说个道理给他听，叫他暂时先回家，让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搞点吃。他家里回去终于有口饭吃的，他死不回家，我死要死在这里，我不回去了，我就死在这里的这样。他如果离开你，他也没办法生活的。他家里面毕竟是有老妈，不是，我知道他家里有老妈兄弟姐妹，老妈是比他老了啊。老妈几岁了？我70，70岁了吧？70岁嘛，烧口饭好像也还可以啊。他这还会做的，体力都还。不会做了，只是推重，推重一点，下午推重都不得了。郭大姐说，男友徐大哥的儿子今年24岁，这两年来不但不来照顾父亲，反而还打电话来问父亲要钱。说老娘家你都不知道嘞，去年还打电话来要钱嘞，我这眼泪不知道哪里嘞。我说你还要得出口，我说你这样不但没有一分钱，我说你还能要钱，叫他老爸说你不能去借，他说，他叫他去借，我说谁借给你？儿子还是这样的。嗯，所以我想准备还再找点工作，怎么找？我你怎么找呢？我找叫他们搞呗，我自个不搞了呗。你自己去接你屋了？嗯，接你屋了。人走不来怎么接你屋呢？走出去摔倒了，都电话打打呗。电话打的，那个、也是个办法。有什么收入来源？电话打那没办法的啊，没有人帮他做的。以前他包一点小活嘛，都是哦，大老板包给老板，老板包给老板，都是包30个包下来，他自己做出来的。哎，他自己做出来的，他自己做，他是最小的、最低的。
在老娘舅看来，郭大姐要找帮手，唯一的指望或许是徐大哥在温州的儿子。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慢慢的在恶化。那么我想你作为儿子，是不是能够经常来看看你爸爸？我现在那没有什么时间嘛。你们是你比如讲劳动节啊，比如讲什么过节的时候，如果你有两天休息的时候，你过来看看你爸爸啊，对不对？哎，啊，因为爸爸，嗯，还有一点，你人不能过来，你是不是给爸爸多少寄一点钱过来，表示你是自己是个儿子，因为你爸爸今天病很重，多少寄一点，对，好不好？好，行，可以。听得出来电话那头徐大哥的儿子有些犹豫，而作为父亲徐大哥也很为难。不是吗？他现在还没结婚。就是了，也没有钞票。作为你来讲啦，我其实知道他就是有钱，作为你爸爸也最好儿子不要打过来，他要结婚了。你在想，我都没办法帮儿子，现在要儿子还没结婚还要来帮我，你感觉心里愧疚。嗯，但是你自己现在你是个病人。去年给我200块钱，去年给你200块钱，一年200，嗯，去年200块钱也是实际上没有了，嗯，那么那这样的了，你说每个月200至少吧，每个月给个200块，我们这外边嘛，你年轻人呢，省个200块很正常，就是，对不对？最好他就是回家，我自己在这里面一个人出去打那工，能多几块钱下来，我自己下半生能够靠那个，好像是。靠一下，如果这样，我一几十块钱，我又要跟他两个人吃，两个人喝掉了。老娘舅，我万一有点什么事，有个头疼脑热的，你说我靠谁去？他家里人连他自己亲儿子、亲兄弟姐妹都不管。你住的房子有啊？我住的房子有，住的房子有嘛？就是离我弟弟家里远嘛。我弟弟现在搞的是鱼塘，搞个鱼塘的。他睡到鱼塘里去了。睡到鱼塘去了嘛？就是没人照顾了也是。我是没办法回家，我一般回家我不回家。你没法回家，那我问问你，谁开玩？假如说我这样狠狠心屁股一拍走掉了，你说你在这里你怎么生活？我问你。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由睡眠好搭档龟皮颗粒安乐胶囊冠名播出的钱塘老娘舅。在徐大哥的老家，他的房子和弟弟以及母亲的老房子是紧挨着的。在郭大姐看来，只要家人能搭把手，徐大哥的生活不成问题。他回家了，他老妈总的来讲，这老妈其实做饭他会做的。我们的老娘舅做饭。啊，如果他身体上有什么不适的话，到时候打电话给你。哎，身体上但是能有什么不好啊，或者假如是什么，我可以过去看他。那哪怕是不做夫妻，像朋友一样，我也可以去看他。老娘舅说起来就。我听懂了。我跟你那么长时间了，我为什么不随手走掉？我就是说，好像是跟你。我知道你这个人很好的。首先一点，他做的确实已经非常好了。确实非常好的啊，这样好的女人很少的。在这个城里都出来喝呗，正好，我现在听听就是好。如果换一个人，你这个样子的，我肯定没有等过去，我没有责任来把你那个的，给你住个一个月两个月，弄你一下，病好了嘛，我走人了。嗯，老娘就觉得在求助于家人帮助之外，徐大哥还有不少选择。你如果回家的话，可以领残疾证的。残疾证没领好了，没办了，应该办去了。残疾证你老家办下来了，残疾证那么。你老家肯定可以领低保的，你这个家，低保残疾证加上你儿子每个月给你个一两百块，那么你到时候也给他弄点钱过去。就是老娘舅，我这样说，嗯，如果假如说这家里真的不行，假如说他儿子能接受我，如果他那个兄弟姐妹呢，对我稍微好像是不要是太冷漠了，我哪怕过去跟他一起怎么样生活，叫他先过去看看，我在这里的，他就是反正我说中了嘛，他就瞪着眼睛就跟我吵，我你看就跟我吵，我就是。我那弟媳妇嘛，又是跟不一样，我回家了怎么弄啊？我那天没讲回家了，你他人亏了他了。嗯，有一点问题，我想告诉你，自己现在很没有办法，全部要犒劳他的话。你就不能脾气上了对他吵了知道吗？我暂时老娘舅也不想找对象，我找对象也找怕了。我说我第一个找起来说起来，老娘舅多啊别啊什么都来，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说跟你老实一点说起来，你家里人又这样。我说幸亏你现在年纪还轻一点出了事，要是再大一点出了事，老娘舅我说哪里去？你说你哭不要哭，我你这个心情我非常理解的啊。他两年照顾下来，他已经身心俱疲了。对，问题在这里耶。你们现在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呢也未必说一定要和你分手，他也没这打算。但是呢，确实太累了，
这个谁都能敢想，我们外人都能想象得到。但是呢，就是现在是这样的，你给他一个空间，让他缓冲一下，哪怕缓冲个半年，试一下。我是这样想的啊，都觉得对你们这个感情都还是有这样想的啊。在老年舅看来，既然没有领证，现状是很难维持下去了。徐大哥理应先回老家尝试独立生活。你腿好了以后，让他陪你回去一趟，回去一趟行就行，啊，不行再回来也是嘛，好不好？啊，他腿好了，你跟他一起去一趟，看看安排一下能不能住下来生活，能够就能够，不能够再跟他一起回来好了，好不好？啊？嗯。啊，传话公司生产的啊，这个叫爱的力量，不双手啊，环保没有污染的洗衣液啊，礼包老爷就送给你。谢谢啊。郭大姐独自帮助男友恢复了生活能力，而下一步该如何自立，徐大哥必须要勇于尝试。前南老娘就携手延吉堂龟皮颗粒关爱失眠患者举办大型免费义诊活动。如果您有失眠问题，即可通过前南老娘就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400-407051919参与报名。报名成功者不但有名医为您免费问诊，还有精美礼品相送。以上就是今天的延吉堂龟皮颗粒前堂老娘就精彩综艺热播大剧就上中国蓝 TV。